这碗茶种有干没的？是毛血旺，算不算干嘛？这个才怕是达不到研究。俺下午不弄，我先吃干了。你吃的啥东西？黄喉。我印象中只有干才算荤的。你天天都在吃干，还在喊要吃干，还荤的素的。没办法的，这我跟你说，有五个原因不得先信。把这个血丸切成坨坨。那个切成坨坨，这个切成平心，那个切成丝丝，还有那个切成圈圈，最后黄豆皮的呀，通通出来就是渣子儿。走开！语气就不对。你滚！哦。熬核桃，准备点素菜在里头，把豆腐皮切成丝丝儿，豆芽儿，再来几朵香菇，这香菇这个地头不要。这香菇打个十字花刀，看起来更好看。再来一个杏鲍菇，姜把它切细，蒜切成片片，葱切成这好小段，加烧起。好黑哟！你唱不来就不要唱，这唱来硬是听到耳屎就来呀。只有烧锅才最赞。先把豆芽焯过水。是听着你唱点歌，我真的是听得见。你说的啥子？你刚才说大声点噻。我说啥子嘛？我说的，你看到锅头不要整糊啊，整糊不好吃。好，这个豆芽焯过水嘞，捞起来。他再把豆腐皮煮过水。这个豆腐皮是好啊的，只是过过水去好了那个味道。现在放入香菇、杏鲍菇，再煮过水。好，这个香菇焯水过后捞起来，锅烧辣呀，放入菜籽油，锅烧热呀，放入姜、葱、蒜、花椒，放入豆瓣，再放点火锅底料，火锅料炒化，炒出香味过后，加入清水。哎呦喂，你看那个火柴好大点儿嘛！瞧一下看。我懒得跟你了，我说，管你了，你哪个手烧到，烧开就哪个手吃。真的是个暴气的。耶，这个点头看嘛。哎呀，不会讨厌。加点盐、老抽、生抽，先放入菇子、豆皮、豆芽、丸子，再放入血丸、鸭血这些，轻点儿，要不然会烂。最后放入毛肚跟黄喉。好了，这个毛肚跟黄喉下去开呀，过后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文川，你看真多嘎嘎，你还说没嘎嘎？这个不是的，我以前都在嘎嘎。等一下你就不吃哈，你看着我吃。加点海椒罐、青红椒、蒜，再来点芝麻，把这香味激发出来。葱花、香菜，这拿起锅去吃饭。好嘞，好嘞。坐一次吧。谢谢。我在这儿领着瞧。这哪个是吃虾饺啊？这还有啊？姐。就是嘛。那咱你舅舅给你捏个菜，还要说声谢谢了。不是谢谢，我给你拎转来。你要拿个吗？这个是壮啊，师傅，你这个吃的好行的哈。你这太下饭了，又麻又辣又弹，这个才可味。麻辣弹，这个少放点海椒，要黑辣，遭不住。毛血丸还有点辣，为啥好吃？那人家那几个小娃儿，人家吃起就多香多下饭，那你看人家那娇气。这个血味就跟那豆腐一样的，心急吃不了热的嘛。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给个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